小的时候，是你把我们全家关进仓库的吗？不是，你这是。 小磊面前晃悠，我们家小磊学习最好，他学习最重要。你说让他围着你团团转，我觉得不值。您不要拿这个当借口，那个时候我和小磊还小，根本就不懂得感情上的事情。我管你懂不懂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们送得远远的，说不定我们小磊现在已经和梦洁就要结婚了。 伯父，不管怎么样，您都不应该对我们做出那种事情。毕竟您和我父亲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我跟你父亲是什么朋友啊？就是你爹的一身晦气出现，才把所有事情都搞扭曲了，你知道吗？伯父亲，你不要这么说话。我父亲他没有做错什么，明明做错事情的人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 怎么，你还想报警吗？我告诉你，我都听我们家小磊说了，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为了我们家是儿子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你跟小磊分手，对你对他都是件好事情。伯父，您是长辈，我一直很尊敬你。 这么多年，我对您也是抱着感恩的心，谢谢你对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照顾。看来是我错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想说的是，做人是要讲良心。 明珠，你好，董事长太太。你来找江叔叔的？嗯。你不忙的话，就进去坐坐吧。听说我们家人过来闹事了，真的很抱歉。 没关系的，站在你家人的立场上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你跟江磊谈了那么久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这些。没关系的，我不介意。 您请我进来，不单单是请我喝茶吧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问过你母亲，我不知道怎么着，我总觉得你就是婷婷。还有你脖子上的伤疤，上次不是已经确定了吗？血型不一样，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抱歉，
我妈都说不是了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所以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了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明珠，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吧。不用了，代我向孟杰问好。我先走了。好。我有话跟你说，当初黄龙山追债的那些人，是你父亲指使的吧？你早就知道黄龙山那些追债的人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就因为知道是你父亲指使的。所以你很痛苦吗？所以你才要离开我，才要跟我分手，是这样子吗？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小磊，明珠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从你选择你家里人离开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也有我的选择，我现在也要选择站在我家人这一边。我可以理解你，我也很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你有必要对我这么绝情，这么残酷吗？至少我们认识十几年，不是吗？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你都不会念一点旧情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不会念一点旧情。明珠，就像你永远会站在你家里人那边一样，我现在也要站在我父亲这一边，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十几年的感情之类的话了。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以后除了公事以外，不要来找我。叶庄，又在偷懒呢？干嘛？我心里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好，你哪儿不舒服，我就打哪儿，打哪儿，打！哎呀，行了，爷爷，你干嘛总打我呀？你是不是拿我出气呢？你没听说过不打不成才呀？那你这么打我，我怎么成才我？哼，很难。你看看，我们这么大一家工厂，只有你一个人是白吃白喝的。你跟明珠一点都不像，我甚至怀疑你们是不是一个麻生。哼，欢迎光临。选床呢是一门科学，所有的科学呢都需要严谨。啊，
我刚才就是做一个试验，试试这个床的弹簧怎么样。大姐，我们这卖的是被褥。啊，被褥也不能马虎呀，也是一门科学。通过我刚才的实验，证明你们的被褥质量是合格的。哎呀，你看这都弄上口红印了，你让我还怎么卖呀？正好，帮我打包，然后再另外打包一套新婚用。啊，是您子女要结婚是吗？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？我还没结婚呢，什么子女啊？你信不信我到你们经理那儿投诉你？你别愣着了，你帮我打包好吗？吓死我了！干嘛呢？偷偷摸摸的啊！哎呦，我给你送礼来了，我偷偷摸摸干嘛呀？送你的，什么呀？这是床上用品。哟，我太谢谢了，我自己拿进去吧。不，这是好女的，但是你那个要贵一些哦。我拿去。哎呦，那不行呀，我哪能要贵的？我得要便宜点。这给我，来，你别客气了，真别客气。啊！哎呦喂！哎，我说大婶儿，你怎么这么大力气啊？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力气呀？你这样怎么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呀？是不是？我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我也没抓住他。这女人呀，不能太主动了，要不男人会不稀罕。你看我现在对他这么好，他还跟木头一样。我要再不主动一点，他得当一辈子木头。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帮你。一个都读了博士的女人，怎么那么不懂男人的心呢？哎呀，我上学的时候我又不学谈恋爱。再说了，说的好像你都懂似的。当然了，我年轻的时候那追我的人没有一卡车也有一沓了。真的？哎，你说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？救救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男人啊，不喜欢像你这样倒贴的女人啊。女人呢，要欲擒故纵，要时不常的把他往外推一推。推一推？哎，不行，现在没推呢，就这样了，再推推别人怀里去了。哎呀，你就闭着眼睛照我说的去做。首先呢，得改变自己，要冷一点，酷一点呢。对，这样才能吸引男人的注意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呀？哎呦，那你说我去国外待一段时间，是不是就欲擒故纵了？哎呀，这个到底怎么弄嘛？哎呀，你这是越忙越乱呐！你看人家自己收拾的多干净啊。刘律师怎么会和小时候的明珠在一起呢？哎呀，你说说这个刘浩宇，还是活在以前的世界里边。哎呀，他就不能关注一下我这个眼前人吗？我还大活人喘着气儿呢。这孩子，他哎，等一下，我去。喂，你好。我明天就去美国了，你现在问题还没有给我解决，怎么行呢？好的，我回公司一趟。哎，我回公司一趟，我有点事儿啊。啊，对了，你教我那个技巧，我会试试。谢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坐在你旁边。哎，哦，罗神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哎，没事，那个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，带来。哎，你看，今天衣服这个多年经验的，这个头发没有毛囊，我不行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有有有。来，你看看这洗不洗？这是他用过的。我听说用唾液可以检查的。这个杯子有没有超过24小时？没有，他刚刚喝完。那行，那我先收起来啊。好。哎，王博士啊，那个曲雪在哪里啊？曲雪，这样吧，我带你过去。啊，好好，谢谢啊。你谁啊你？你干嘛的？你去我办公室干嘛？你好，我姓夏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想做个亲子鉴定，应该在哪做？啊，亲子鉴定啊，你先到外面那个拿个身体素填一下，行吗？啊，行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来来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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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！干杯！哎，你喝慢点儿。你说你当工人当了好多年。是啊。哼，没看过一个建筑工人不会喝酒的。爷爷，明珠他很能喝的，真要喝起来。你还不见得喝得过他，哼！你别替他说话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他？爷爷，您很喜欢喝酒啊，那我就敬您一杯。不，我跟不喝酒的人不说话。明珠，要不？陪我爷爷喝一杯，只要爷爷高兴。爷爷，来。爷爷，这样，我呢让明珠啊和你来个喝酒比赛，怎么样？哼。爷爷，我作为晚辈，在这里敬您一下，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指教。怎么样，比不比啊？哼，就算我再老，喝酒也不可能输给一个女孩子。来，干杯，爷爷。干。哇，爷爷好酒量啊。你喜不喜欢我们家李超？这样的问题，这属于个人隐私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爷爷，好了，你别插嘴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男朋友了？嗯？分手了。那就是没了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今天你要是喝输我的话，那你就开始跟我们家李超开始交往。啊？啊？嗯？怎么样？爷爷，你爷爷。哎，来喝，喝，一起喝。行，既然爷爷高兴，那我就陪您喝。爷爷来，咱们两个尽兴。干。
我把爷爷送回去之后再过来接你们啊。不用，我已经叫车了。你今天晚上就照顾好爷爷。好，你们小心点啊，路上慢点啊。好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事吧？爷爷呢？哦，爷爷，爷爷已经回去了。爷爷回去了。来，没事。来，回家。我没事，我 OK 的。我知道你。你别碰我，我真的可以的。哎，你看你连路都走不稳。我可以的，你不要碰我。我不碰你，我拿包的。慢着点儿，灯系统。哎呀，慢点！哎，好，师傅，稍等我一下啊。没事，你回去吧。我送你进去吧。来。哎呀，不用，我没事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连路都走不稳了，万一摔倒怎么办？就算摔倒了，也要一个人走啊。现在有你帮我。那以后呢？永远会有人帮我吗？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不要害怕摔倒，没有关系的。我送你进去。你不走，我就不走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在这里看着你进去，好不好？啊。我亲爱的导师，请你放心，我没事的。我现在已经到家门口了。那我走了啊。那我走了，小心点啊。拜拜。师傅，走吧。那我走了啊。谢谢你。快进去吧。我就是因为高兴，所以呢，今天就喝了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喝多了啊！我没有喝多。妈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今天就不去摆摊了，我们去唱歌，我们去唱歌吧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妈，我没有喝多，我们去唱歌嘛。呀，金珠，金珠，我们去唱歌。金珠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小声，怎么了？金珠，我们去唱歌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唱歌。去哪儿唱啊？能去哪儿唱？当然是去 KTV 唱了。你喝这么多还能唱吗？当然能唱，怎么不能唱？你平时最喜欢唱那首叫什么？说我在妖王啊，我在妖王，我在妖王。哎呦喂！哎呀，行了，打我干嘛？打你干嘛？他喝多了，你也喝多了，跟他在这疯来疯去，赶紧睡觉去。笑什么？这金叔不是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哎呀，睡觉。你听我说，妈，你听我说，妈在这儿呢。走了，睡觉去了，好吗？啊，走吧。妈，只要有你们就够了，真的。只要有你们在我的身边，我就够了。我知道你从小不是很喜欢我，对吧？但是最近好像有点接受我了。还有我的哥哥，还有可怜的金珠，我真的想为你们做的有很多很多。
伤了没关系，只要有你们，我其他什么都不要。我可不要，不要，真的，我不要。妈，妈，姐这是酒后吐真言。江志斌，你怎么能够这么做啊？名义上讲你没做什么，可从道义上，你就是个伪君子，是个小人，你懂吗？浩宇，理由我都跟明珠说过了。你要是觉得你找人来抓我的话，那你把抓走吧。啊？你还真是个无赖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浩宇，在你眼里。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这事儿你想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吧。是，我是没有权利抓你。我以前认识的江志斌，是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跟你那个主人夏鹏飞待的时间长了，变得就卑鄙无耻了呢？浩宇啊。你别总担心别人的事情了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的事情。你如果总在夏鹏飞面前嚣张的话，我想你也不会总是这么安然无事的。怎么样，你要想跟我说的都说完了吗？跟我过来一下。为什么要对我做那样的事儿？不说话是吧？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从这里推下去？你就那么好奇啊？不然你以为我把你叫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你胡说什么啊你？你不是从小就喜欢明珠的吗？我没有胡说，我是喜欢明珠。那是因为从小到大你的地位都太高了，我只是一个司机的儿子，我配不上你。不管我怎么做，我们都无法在一起。还记得吗，梦洁？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被你哥打伤了，是你给我涂的药。我只是因为可怜你，所以才那么做的。你可能是因为可怜我吧，但我不那么认为。知道吗？那时候
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，所以从那一刻起，我的眼里就只有你。从小到大，我会常常偷偷看你弹钢琴，偷偷的看着你在院子里玩耍。这些事情，现在想起来还都历历在目，好像在我脑海里面永远都无法抹去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许撒谎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你不会是在玩我吧？就凭你！记住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每一句话。去喝酒去了，啊？不舒服是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不开心了，回去上班吧。啊，我不回去。不过您也想把我赶出来的嘛。那您就让您看中的那个江磊好好干，啊！我把江磊弄到你上面那个理由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？啊！我只是想刺激刺激你，让你好好的干。啊！是，那您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您确实刺激到我了，刺激到我不想干了，可以吗？小乔，你是我夏鹏飞的儿子，我今天不管你以后有没有出息，你将来都会是我的继承人。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抛弃你，把你的位置让给别人去做吗？所以对江磊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他有利用的价值。啊，你要觉得憋屈的话，那你就把你心里那把刀给磨锋利，把你的武功给练好，堂堂正正的做我的继承人。到那天，把他们通通都给拿下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相信吧。到底为什么要把明珠放到公司里去？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她，而且她现在跟妈的关系走得那么近，为什么？啊？你为什么要去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呢？啊？再说她是孟杰的朋友，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而且这孩子他也有利用的价值。什么利用价值？听说李超跟他爷爷搞了一个电器设备厂，我是因为这样
才会这么做呢？小子，想要做大事业，就得深谋远虑。当然，嫂子。嫂子，啊，这个佩入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还能谁给你送的呀？哦，又是那哥们儿。别老喊人哥们儿哥们儿的，人家是大姑娘。是是是，只不过呢，我们太熟悉了，说话就比较随便一些。嗯。啊，嫂子。嗯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哦。那照片那女人不是鹏达集团董事长的太太吗？那旁边那男的是谁呀？那是我大哥。你大哥？对，旁边那个女的呢，是我以前的大嫂。她手上抱着那个孩子，叫婷婷，是我的亲侄女。现在已经过世了，唉，留个照片，留个念想吧。夏董事长，夏强是你们公司的人，又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能推脱责任呢？是夏强是我儿子不假，但你们这合同不是跟我公司签的，他是自然人呢，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去找他。你这显然是推卸责任，你们鹏达集团是脱不了干系的。哦，好好好，这该说的我都跟你们说了，不想再跟你们谈了。好好好，夏强已经逼得我们走投无路，我们无法生存，你们也甭想保命。哎呦，来，把他们请出去吧。先生这边请。这边请。哼。等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刘大律师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我们的委托人，他有权代表我们说话。啊，夏董事长，这里边是明细的账目，证据确凿，跟你们鹏达集团脱不了干系。哦，耳闻不如一见，鹏达集团技术开发部经理、董事长特别助理江磊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心里比我清楚，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吧。嗯。哈，夏董事长，我想你们会认真考虑你们内部所发生的问题。江磊是个人才，在我那儿干的也不错。
血流过的泪，痛过的心，像一道流沙划向深渊。我淹没在这夜里，沉入海底，缘分它输给了命运，渐渐远去，来不及说爱你，来不及拥抱你，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。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，来不及说爱你，说再会。